嗨，各位安安好，我叫梅森。接下来你们又再度收看我们的《猎魔者 Redemption》啊，啥 ？Let's game begin。还蛮……其实这个没有说，也没说什么，这到底是脱稿还是不脱稿啦？啊，反正就。慢慢玩嘛，慢慢看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反正你们又没有说这游戏很急，要先破完呢、啊。你知道吗？它每一关哦，那个长度还蛮久。要不是因为要加了1000，快要接近，哇，这是真的1000哎！哇吼吼吼吼吼！啊，这次真的加1000米的敌人呢，超多的。对啊，每一关那个游戏长度啊，哇，越来越刺激了。哎呀哎呀，痛！我是觉得、哦、恶魔武器哦，比较好用。来，啊！痛痛痛痛！啊！太多了。样子还蛮容易的，没有，走吧，下一关啊，不是下一回合，不会吧？啊！
绕到我，先绕到我后面。像我这么带那不算那个炸药。哦，你这选错武器的，对，有的。啊！弹出路。下辈子吧。先让我捡一下钱啊，讨厌，不要那么烦啊，那么猴急哦。哎，有那么多啊。那他们是不会跳吗？干嘛啦？那是有障碍哦。你妈的！
那个慢慢找啦，不急啦。反正吸鬼又不会不见，对不对？哎呦 ，You wish 啊，只有四个敌人。我不知道这关原来那么讨好玩家呢。我怎么跳上来啊？哦，那边有。但我就不信，有比刚刚那个屌多了啦，总比刚刚一个狭小的空间才挤那四个，那才叫好笑。不行哦，有那种事情。我已经到那边了，连一个吸鬼都不让我给。好吧，再另外找找看吧。算吸鬼哦，啊，好了，有找到就好了。
线。我特地把那些人进来了，这比较好杀啊。死比较快好不好？再来再来再来，把他们引到这边来。阿木，妈什么狗子！
剩300多只了，加油加油，快要结束喽！哎呦，没那么快呀、啊！我刚好在那边，我还搞不清楚状况哦。那时候我还搞不清楚状况，我一直待在那边，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等到他们一直那边走过来，我才发现啊，一条路，他们终极接近到我。哎、欸，你哇！好啦，赶快了，赶快了，没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那这地方不是来过了吗？好腻哦！天哪，好腻吧？哎，有那么多、啊，越来越多了。哼，不过他们还是走霉运。哎、欸，随便的、啊。有啊，剩下就是在这兒。都出绝招了，嘿嘿，再拽啊！Yeah.
啊！啊，哪里有？我才说啊，不管了啦！哦 ，shit！ 哦，回不去了啦！我还有四十几个敌人没干死哎、欸！哦，啊，算了，我爱莫能助了。啊，顺便的啦，不管了。来吧。还好。妈的！
hell. 快到了，好像。
아, 어네. 随便啦，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轮到，其实这边哦，基本上故事已经完结嘛，对不对？哦、不过对我来说，对啊，还有第二关卡啊，哦，有第二大关。其实第二关，其实第二大关哦，严格讲起来应该算是奖励关卡吧。好了，这次哦，我这些五六关啊，这些先。直接给他们录完了啊，不管了，真的各位，啊、要不然太慢了、啊，然后如果下一集、下一章哦，不意外的话，这关跟这关哦也是一样哦、啊，两关一起录，啊，大放送，好啦，先这样吧哦、啊，拜拜各位，下集待续。